肖老师，你居然也痛击自己的队友。我们一直都只关注到老王为了给他哥打那个隔离带，痛击了自己的队友。舅舅这个表情真的看多少遍都觉得很无辜。而我们就忽略了肖肖其实也在痛击自己的队友。嘉哥这里本来是想从海涛身上爬出来的，后面拖的人实在是太多了。本来以为老肖突然跑到前面是要去把嘉哥拉出来，结果他把海涛和嘉哥一起推了回去，然后协助老王装了出来。仔仔，我厉害吧？我把嘉哥推回去了。我这么努力，我为了谁呀？魏大勋这一期为了阻止他们两个在一起，真的也是煞费苦心了。即便如此，这小手还是牵上了。你俩给我注意点。那又有什么用？两个人整一期都在暗度陈仓。他哥在哪，眼睛珠就在哪，告诉了我们什么叫专注自家。